希望是骨骼的撞击，哦，不要是韧带的一个这个扭伤哦，或是挫伤，再去撞击到这个内线哦，哦，打了一个 power play， 哦，球往后面传，精彩的助攻吗？哇 ，play of the game。金德伟面对魏嘉豪，球有点难运过来，哎，真的被抄到了吗？抄到了。哦，简单两分，感谢您。哦，这对他来讲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磨练的机会啊！哦，哇，谢亚轩帅啊，谢亚轩非常轻巧的上篮了，他在空中所有留在最后，完成一个软锅之后 ，post post， 球没有打进。哦，今天太阳队其实打得相当强悍了，哦，甚至比他们上一场在自己的主场。李明，哦，小心。这球差一点掉了，不会吧？哦，这球还进的话，这个手感也太好了。哎，哇，哇这个球，竟然都没有人回防啊！沃特里三个人围住他，球真的不见了。神偷林伟汉前面四个打一个，怎么选呢？哦，简单的上来，又找回了回春了哈、哦。这个三分球如何下去？哇，美败。欧洲部，这球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央央。看完影片呢，记得要点一个爱心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记得帮我点一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喽。